我们呢，很快呢，去参加这个朝拜。Pamodanda, Kaladant, Pramod Paramananda, Saswati 的地方。不对，说。声音没有，开声。希拉达达摩达，哎，达摩达 ，Brat。Ujjala Brat， 或者是呢，达摩达 Brat。这个月份，斯拉达拉尼的月份，乌鲁贾什么意思呢 ？Shakti， 能量。所有的能量最初的来源拉达基，从他那里呢产生出所有能量。如果没有能量 Shakti 的话，那么呢所有人都会呢死掉，又没有自觉，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点上呢，没有自觉，就像死的物质一样。所以首先呢，是能量，哦，拉德基。从他 ，Sri Krishna Bhagavan 得到他所有能量。如果他不与拉德基在一起，那会怎样呢？他就是反布拉曼。这假象中，曼巴提讲到了 ，Nivishesh 无形无相的啊，反光，无形无相的光芒，它没有别的存在。但是勾掉 Vaishnava 呢，我们的 Vaishnava 传系呢，我们不同意这一点。不接访，他非常令人震惊。他是一个人物，他的整个创造力充满惊讶啊，惊奇。Prem Vichitra， 整个世界的创造充满了令人惊讶的事物。他不是没有形象，他不是 Gani， 他是至尊的。Param Gyani， 自尊的知识。Parashakti Ujja， 自尊能量 Ujja。所以是 Udeshwari 呢，就是 Shrimati Radharani。所以呢，这个 Ujja Vrat， 为什么呢？我们从事这个 Ujja Vrat、Kati Vrat， 像 Radhika 所祈祷，像 Radhika 祈祷。那么他呢肯定对我们展示他的恩赐，赐予我们能量。在这物质世界，我们在那玛雅的庇护下，这个玛雅呢是外在的玛雅，这个玛雅由物质三心态构成。被物质三形态所覆盖，我们有时愚昧，有时候呢激情，有时候呢又充满知识。有时候呢我们在善良形态，有时候呢在激情形态，有时候呢我们也变得呢变得愚昧啊。
所以呢，这些都是呢物质自然的形态，也记得这一，因为物质形态的话呢，我们被捆绑，怎么能够免除呢物质存在的这个捆绑呢？但愿我们呢能够直接指向呢来到 Govinda 的服务，这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是巴蒂桑的萨斯瓦蒂帕帕德，还有我们的帕拉姆古鲁德，我们施工，还有我们的古鲁德夫、古鲁马拉吉，所有人，他们都众口一词。Bog and Tiag。只是气绝，觉得自己呢，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沙杜。那么这个人肯定要下地狱，因为他非常骄傲，也因为这种骄傲呢，这个人肯定要堕落。而 Bogi 呢，啊，物质感官享受者呢，他们日夜，啊，享受自己的感官，吃啊睡，享受感官，他不在服务之中，他不是神的服务者。奉献者呢，他们总是渴望着服务，而那些想着我是法三尼亚西，我是班加里，我已经成为某个人物了，那么肯定他们要下地狱，他已经在地狱里面。那么过一些日子呢，他们就被呢，哦，清扫掉了。所以这种骄傲，这种傲慢，必然导致一个人堕落。因此，维斯纳瓦他们呢？免除呢，哦，这种呢，如果呢一个人没有服务的心态，他们不是一个维斯纳瓦。维斯纳瓦什么意思？这房也自于解脱 Mukti， 但是奉献者拒绝，我们不想要这个，我们要服务 Seva。 不见瓦坛的教导是什么？就是服务 Seva。 Seva维斯纳瓦本人以他们的生命，哦，他们的生平呢展示出这点。如果一个人从事对巴格瓦的服务，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尊重维斯纳瓦，那么他就是一个初阶奉献者。维斯纳瓦他们崇拜某个每个人，服务每个人，他们非常尊重的其他人，这才是真正的维斯纳瓦。那么他就来到了中间奉献者，如果他争吵打斗，因为的愤怒，啊，受到愤怒作用，这因为他的阿纳塔没有被清除掉，完全在愚昧之中，啊，在黑暗之中。所以巴布而波格，啊，享受和气绝呢都要放弃，他不能够投入真正的服务，他们不能崇拜巴格瓦。因此呢感官享受者还有呢提亚迪，啊，单纯的，啊，气绝者接受三尼亚西，啊，不能够呢帮助一个人。而什么是真正的萨度呢？他有二十六项品质，他非常仁慈，非常宽宏大度，没有过失，非常甜美，他非常平和等等，啊，这些品质。当一个人拥有这些品质的时候，他才会萨度真正的圣人。如果你没有什么品质，你总是愤怒，总是骄傲，怎么能从事巴掌？你能够有什么风爱呢？这只是啊伪装者。因此呢，咕噜姐讲到，所以呢，首先有个地基基础。如果呢这个基础不在那里，我们怎么去呢建筑呢这个大厦？怎么去创造呢建造这个啊风爱的大厦？所以首先呢，每个人都应该呢学这个基础知识。所以呢需要这个基础。
要创建的 Bhakti 奉爱的这个宫殿，我们是在这里哦，云栖在这里不对的，经常在这个月份的讲述 Radha Damodha Damodha Stakam Damodha Pachanga 第一世界 Namami 什么意思？我向 Bhagavan Sri Krishna 莲花主顶拜 Namami。 我们都是爱的情怀的，爱的情怀的崇拜者，为什么要有这种心态呢？没有 Aishwarya， 没有敬畏的话，就没有甜美。如果呢没有呢 Madhurya、哦、那么 Aishwarya 就显得非常枯燥。所以呢 Bhakti Gyan 首先是 Bhakti Gyan， 然后是 Bhakti Ras。 如果呢只想呢用呢爱的情怀、哦、没有地基的建筑，那么只是不尊重，那么或者是、哦、错误的。所以首先呢免除于呢阿哈姆卡加我阿比曼，向 Krishna 的莲花主顶拜，首先向他顶拜。那么如果敬拜、哦、如果呢尊重没在那里，那么一切免堂。所以 我进入庙里面进庙的时候呢，妈妈能够说妈妈人去还有所有的 Gurudev 所有资深奉献者，他们说如果呢你想呢待在庙里面，必须接受 Vaishnava 的钱怎么你才能够待下去呢？所以啊，我们呢，如果能够啊、哦、这样子的过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呢。成为一个真正弃绝者，首先做人，然后、啊、你连人都做不了的话，如果成为沙在做沙土呢？所以 Gurudev 的学校首先呢让我们、啊、先学这一点。那么这愚昧呢骄傲，首先要抛下这些，就这些不说了。我不是婆罗门，我不是 Satriya，不是 Sutra， 我不是呢 Brahmachari Sannyasi， 我也不是 Vanaprastha Vyasta， 我是谁呢？我是呢、啊、牟尼姑娘之主，牟尼姑娘 的爱人、啊、Krishna 仆人的仆人的仆人。把所有其他身份抛开，把其他骄傲抛开，怎么讲来说？有很多人啊，一些人呢啊、哦、比较平和，但是很多人呢不恭敬。没事了吧，那我们又怎么办？是争斗呢反攻呢还是呢保持平衡呢？他们也在测试啊、哦、你是谁的萨杜。如果呢你还以牙还牙的话、哦、不可能。我们也开始吵开始闹开始打，但是呢萨杜呢永远保持同样的品质啊，随缘不变。你可以用舌头阻止一个人，但是呢也不能够认同这个身体，不然的话呢你也会陷入呢同样的骄傲和骄傲。我没有免去说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能免除这些骄傲，加我，那么这个色欲、愤怒等等和贪婪就包围着我们。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聆听对方，不去聆听对方。如果我不想听别人，那就是我领导，我不会去服务别人。那么这不是恰当的行为。昨天呢，我看到，昨天我看到三娘喜人就站在外面啊，呢他们在等着，没有人拿自己的碟子要拿啊，三娘喜先吃，是他们啊先荣耀，然后再到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意识，这种尊重，我们聆听这些，但是我们没学到，我们没学会。所以呢，首先有服务的心态、服务的态度，才能成为外西那瓦。不然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插迪拉克，所有人都可以插这个。但是呢，学习外西那瓦的行为，白天啊，只是唱诵巴赞，这不够。什么是真正的巴赞？我们聆听 Guru Day 唱诵呢，有四卷，先学会呢，成为一个 Vaishnava。Vaishnava 的行为究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放下愤怒、色欲和贪婪，我们还没有完全免于加我，我们也没想再去服务 Vaishnava， 想成为 Radha Rani， 想得到 Radha Rani Krishna 的恩赐。这怎么可能？所以那对呢，展示呢，这是呢考试的时间啊，这是 Guru Day 的学校。有的人展示了某种独立，我只是祈祷 Guru Day 呢。如果我们能放下这个家伙，接受外师那我的行为，我们才能成为 Namami 顶拜，我们才能哼唱 Swaha， 就像我们每天唱的曼陀罗 Swaha Swaha。 什么叫 Swaha？ 我皈依我把我自己拿出来，把自己皈依在 Guru Day 莲花脚下，那我们真正身份才能发展出互相之间有种爱意和敬意。如果没有 Vaishnava 的互相的Vaishnava 的行为，在你新世界能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那么在那里呢，我们是同样的行为这是我们灵魂给我们的灵魂烙下的印记现在呢，英文讲经。Bhaktivedanta Damodar Maharaj。Krishna Krishna Bhakta Dharavasaya Namo Pancha Tattva Smakam